的一年，就是幸运，然后抽到机票，然后就是得到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继续的生活在民主的国家里面，可以继续让台湾维护我们的台湾的安全、自由跟民主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的阿爸，台湾的公共事务协会的委员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有一件事我特别要简单分享一下，就是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的，大概在2010年之前，有一段时间，可能你们上任何一个网站，一旦到国家来打的时候，全部都是中国台北，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后来呢，你又发现说，哎，怎么又开始变成台湾了？那后来直到我加入到八八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就是八八的这群志工，他们真的是一个网站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去跟他们抗议回来。所以我们再给他一点